文人多说话。好话咁快嚟到最后一节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阿九又消失咗啦。咁我哋今節剩翻好少時間啦，咁我就講下一個叫華語紀錄片節2016嘅活動啦。咁話説就我琴日咧就去咗睇啦，咁其實就佢係9月9號咧至到10月16號嘅，就即係我就去咗尖沙咀科學館度睇啦，即係全部係紀錄片嚟嘅，即係有啲係內地嘅紀錄片啦、香港嘅紀錄片啦、台灣嘅紀錄片。咁我咧就睇咗兩套嘅，咁我都準備做啲 trailer。咁第一套咧就係叫做《二再二》，第一個二咧就係係啦，義氣個二啦。咁第二個二就係第二集嘅二啦。咁其實就呢個紀錄片咧就係講翻喺雨傘運動期間咧。有一班貨車司機，咁咧佢哋就即係都係自發嘅啫。其實就即係雨傘運動爆發啦，咁佢哋就諗下點樣可以介入呢一場運動。佢哋就即係諗到一個方法，就係咧一個組織咗一個車隊，咁就係幫啲市民去運送物資啊，甚至有時會幫手堵路嘅。咁啊，即係就係、是。封路啦，即係從呢個貨車司機嘅角度去睇翻成個雨傘運動咯，咁係幾有趣嘅，因為我哋成日可能睇啲主流傳媒咧，都淨係見到啲學運領袖啊、啲政治人物啊、政黨人士點樣參與雨傘運動。咁咧，而今次呢個華語紀錄片節咧，就有幾套都係同雨傘運動有關嘅紀錄片咧，咁都係從啲小人物嘅角度嘅。咁呢一套係其中一套啦，就係講啲貨車司機，即係我哋平時好多時都可能覺得淨係律師啊、社工啊、教師啊，即係嗰一類嘅專業人士，受過教養嘅專業人士咧，上流人士啦叫做，即係總係覺得係佢哋讀過書啊、好高學歷啊，同埋多數會訪問佢哋對於呢個學運究竟係點睇啊？即係我哋成日以為啊，佢哋先識得去分析政治啊，識參與政治，但係其實我哋忽略咗其實相對可能係比較低下階層嘅貨車司機咧，其實佢哋都係好熱心去參與雨傘運動嘅咯。咁所以呢一套戲其實就我依家講其實都冇乜用，因為已經做曬啦。佢係得兩場，點可以睇得翻咧？係冇機會睇得翻。我諗之後應該，即係冇碟冇得上網。我唔知嚟緊會唔會出碟。之前亂世備忘咧都有嘅，即係因為反應好好之後佢有睇下會唔會加長咯。咁係咯，因為佢有太多紀錄片啦，咁佢每一套紀錄片都淨係播兩次左右嘅啫。但我有疑問。咁呢套已經播曬啦。呢套戲應該問我有兩樣嘢想問你。第一就係你佢嗰套戲係上個 period 應該係九月份。係嘛？即係應該有適逢差唔多九二八嗰啲兩週年。佢第二，我係睇第二場嘅，第一場就係9月26號，咁第二場就係10月2號啦，琴日。咁所以係咯，即係都係一個回顧翻雨傘運動啦。我想反而好想知你哋會你點睇咧？即係譬如兩週年之後又喺度出嚟有啲好似紀念活動咁樣，你哋係點睇？我好想知道。我覺得紀念活動係有意義嘅，即係你即係依家我哋喺個困局入面啦，咁冇出路啦，好似咁，但係又唔係坐以待斃喎。咁我哋一齊回顧翻成個運動，咁有啲反思會出現啊，咁睇下再研究一下個前路係點，同埋你睇嘅時候咧，睇到有少少眼濕濕嘅，因為就是重温翻呢個香港人，原來咁犀利嘅當時，大家即係你會見到成個公民社會都係好團結啊，大家係互相信任啊，即係喺套戲入面，哇，好多市民去捐贈物資啊，同埋啲市民全部都即係大家可能個職業唔同，或者好多價值觀都唔同，但係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坐埋一齊，為住同一個目標，就係可能爭取民主，或者係純粹係保護學生咁啊，出嚟去參與呢個佔領運動啊！即係你會見到，即係有個希望嘅感覺咯，即係會提醒翻大家，即係唔好咁快放棄咯。即係仍然係可以再有一次機會，係可以做一個比雨傘雨格啦。更大規模的一次運動，即係你覺得相信有機會做呢樣嘢？唔好放棄咯，提醒翻香港人，
同埋點解呢套叫二再二呢，就係因為佢舊年係播過一嘅，咁而其實都係同一個導演嚟嘅啫。咁啊，佢今次啊再剪得好似多啲嘅。哦，即係佢本身已經有曬嗰一集 footage 噶啦。其實個導演本身咧係冇諗過係拍呢啲司機嘅初時，佢係純粹想拍罷課，即係九月廿二號開始罷課啊，跟住呢個都係我本身想問呢個問題，點解會咁快有得拍呢啲嘢？即係嗰個導演係一路拍。一路諗點樣改咯個紀錄片，咁後屘佢就喺可能九二六左右咧就遇到呢班司機啦，開始，因為已經有好多人開始捐物資去支持百貨啊，咁啊。跟住嗰個導演又遇到有啲街站，咁原來有啲街站係由啲貨車司機去主持嘅，咁跟住就開始同個導演建立關係啊，就跟住佢咯，跟住佢即係雨傘運動七十幾八十日，就係跟足全程咯，跟住啲司機。咁套戲就即係你會見到嗰啲司機有啲係唔翻工啦，即係好熱血好投入呢個雨傘運動啊，有啲係唔翻工啊，甚至我講一個小小的經歷，我嗰時咁我成日都 call 車嘅，咁啊 call Uber call 咗幾次，然之後 call Google Van 又 call 幾次，嗰啲 period 嘅時候 call 車，然後亦都有搭的士，好得意嘅。你 call Google Van 或者 call Uber 嘅嗰啲司機咧，佢哋都係一啲比較點講好啊？好熱心嘅，即係佢會好想去幫。你講雨傘運動嗰陣啊？嗰個 period 前後都係啊。好熱心，好想幫佢哋，然之後佢哋話會覺得應該有啲嘢要做。咁但係咧，的士佬又再分兩批喎。的士佬有啲就好年紀大，就屌你班人阻撚住曬咁樣，有啲就都係好想幫嘅。咁佢哋都係用我聽到佢哋就係講話用唔同嘅途徑。我遇過一個高個 van 嘅司機，就佢話要用唔同嘅途徑去車完我之後，佢就會車啲物資過去嗰個旺角嗰度咯。咪同埋即係其實佢講緊。究竟乜嘢人先可以參加呢啲社會運動啊，或者政治活動咧？就係全部人都得咯。即係有時有啲人覺得政治同我哋個距離好遠啊，我冇乜讀過書啊，唔關我事啊。咁但係其實戲入面就係成班貨車司機，佢哋就係用自己嘅方法去介入呢場運動咯。你快啲講埋另一套啊！另一套咧，其實我覺得冇咁好睇嘅，就係但係嗰一套咧就仲有得做，叫做世代同行啊，咁啊，佢係又係講雨傘運動嘅，就係從基督徒嘅角度啦，係即係頭先有貨車司機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基督徒，從基督徒嘅角度去睇雨傘運動啦，佢係跟住一班牧師啊、神學生啊，跟住佢哋喺雨傘運動嗰七十幾八十日入面做啲咩咯，咁啊又見到佢哋喺旺角又搭咗個聖堂啊，即係又成日祈禱啊，喺金鐘佔領區喺銅鑼灣。即係佢哋其實都喺好前線嘅喎，即係但係前線得嚟咧，佢哋會喺度祈禱咯。其實有某啲位置我都想笑，即係得罪講句，即係人哋衝緊，你喺隔離喺度祈禱，做乜咧？但係個導演咧本身係基督徒嚟嘅，咁啊，即係佢覺得係啊。我自己不是基督徒啦，但我睇嘅時候得罪講句，有某啲位置都想笑嘅，即係但係佢，我想係表達緊，即係因為有好多人咧，因為我有聽過影後座談會嘅，因為有好多人原來對基督徒都係個印象比較負面嘅，覺得基督徒已經係背離咗即係聖經所講嘅嗰啲咩爭取公義啊，即係你都會見到好多嗰啲宗教嘅領袖咧，其實佢哋都係好親建制噶嘛，啲宗教領袖。咁所以其實個導演好似係想拍呢套紀錄片出嚟，係叫做幫基督徒加翻啲分咯。即係其實基督徒都唔係個個係咁離得離地啊，即係佢哋都會喺前線佔領區度做好多嘢、啊。離地地唔係喺前線地離地咯，即係喺前線地祈禱算唔算離地咧？我想問。喺套戲入面，你又會覺得佢俾到好多力量啲前線嘅抗爭者咯，因為可能有好多前線抗爭者，佢哋都係信教嘅。又很迷失，覺得佔領都冇用啊！咁而呢班即係好似借助啲宗教嘅力量去鼓勵佢哋繼續唔好放棄咯。但你覺得咧喺抗爭期間，我記得差唔多好 end 即係尾嗰排啲時候咧，好嘉年華式，即係大家會唱歌嘅唱歌啊，即係
拍戲啊拍戲啊，影嘢嘅影嘢，即係我當刻我自己感覺係覺得。即不是又不是說不可以有，但我就會覺得個警戒心很低，即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政府究竟他當時打算用什麼部署去對付我們這一班人，因為都呼聲很高，就說即那些建制啊或者親政府的人就快點趕走我們嘛，那我就會覺得他們很警戒心低的一件事，就是為什麼會這樣的呢，這樣我諗嗰啲嘉年華式一來可以個參與門檻低啦，即叫做啊，我嚟即好似六四運動 shopping 啊，嚟攞嗰啲紀念品啊，咁都叫做係一個參與同埋宣一個民主教育嘅機會咯。咁但係如果淨係嘉年華，當然有問題啦。咁所以喺某啲時候要衝，某啲時候要嘉年華咯，我覺得係咯。咁但係你講翻套紀錄片就係、是。我覺得是沒有二再二那麼好看的，因為二再二是拍得很緊張的，是啊。我想問二再二的導演是什麼人來的？那個導演是一個拍開片還是女人來的？女人來的，是啊，叫做很 surprise 喔，廖傑文啊，他是這個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畢業，是啊，那他都是二再二是他第二部作品來的，即第一部就二再一啦，咪但我 surprise 嘅 ，surprise 係竟然係個女仔遇到，即我覺得咧二再呢件事有少少係感覺好老味嘅嘢。其實入面全部主要嘅角色都係啲老咯。嚇，係啊，一定啊，但係佢會拍咗一個咁老嘅嘢出嚟，就喂，我哋呢班麻甩佬啦，即司機，我哋呢班有一班麻甩佬，其實都好有熱心，想幫。班學生嘅喎、反而我都真係聽你咁講，我就會覺得好可惜，睇唔到二再二，我又睇下有冇機會睇咯。唔係想睇，如果兩套揀一套我都係揀二再二，係咯。因為他講的東西平時在主流不會看很少接觸到，即是火車司機怎樣參與雨傘運動，是的，挺有趣的。不是，那基督徒怎樣參與雨傘運動都很少看到的，但是沒那麼特別咯，聽落。Matt 呢？Matt 你自己當時或者現在兩個感受是怎樣？我會想，其實我會想看回，因為當時如果你留意回那時的報道，同你過了一段時間，你看回不同，所謂現在是兩個不同的角度，一個就是怎樣去稱呼這班人，就是送二再的司機，二再的司機，還有你所說的基督徒，即你都會想看看究竟現在過了一陣，你再看回那時在不同所謂不同階層或者不同角度的人去看這件事是怎樣，反而我是 有興趣去知道這件事都有的，即都會有不同階層的人去看這件事，是吧？但我 mean 在這部戲裡面，即在這部戲裡面有沒有訪問過其他人，還是主要都是訪問二再司機？其實主要是二再司機，因為我有時看一些沒什麼訪問的反對聲音，或者其他參與者都沒有。其實這一套二再二是沒有旁白的、都不悶但都緊張，是、就是純粹在這跟蹤這班司機做些什麼，看著他們經常來不來開會、跟著收到風哪裡警察打人、然後他們又立刻衝去運物資、但他們做的事純粹都是維持在運物資嗰度啫，會唔會話有啲鏡頭係影到佢哋？喂，有事發生，我落埋車幫手咁樣。都有㗎，都有嘅，都有㗎。哦，但又冇話怕俾人影到啲樣嗰啲咁樣。佢哋都冇怕嘅呢啲，幾有趣。二再一即係有位朋友啦，睇唔曬個名，我 Matt 啦嚇，啊 Mark Stanley Mark 係嘛？咁啊，佢就講二再一，定舊年係。在雨傘節入雨傘節，這個我覺得是我不喜歡將雨傘變成一個好像節日的一個理由、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是的確是、這件事我們一定要記住的、但是用什麼載體去記住，我比較喜歡是好像現在這樣有些華語紀錄是華語紀錄片，然後好像會播二再二、會播亂世備忘、會說很多，即是用不同的 angle 去給我們看回、好過是由一班人他們去做主流去告訴我們應該怎麼看一件事。好，今晚時間都差不多了。好啦，下個禮拜再見。好，拜拜。